吃梭罗喽！今天吃梭罗比赛，谁吃最后谁去玩。我先让你们一分钟。这剪都没剪，怎么吸啊？技术不行嘛，那。给到我了。我吃完了，记得洗碗哦。表哥，我要找你帮个忙。等一下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。看你今天我老婆。你跑得掉吗？有人。希望哈。今天表哥不在，小芳先选。小鹿上刀。这个鸡翅怕是有点小吧。这个龙虾怕是有点假吧。这个猪一看就是猪嘛。热热热热热。闲人版本猪来。你没看这是柠檬猪吗？继续说啊。还是不要看表面，你看这个就是肉啊。肉肉肉，哈哈，小的下面有大的。这么可爱的龙虾都不要，我来吧。龙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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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还有小龙虾哦。原先我与我生气。吃早餐喽，吃。辣椒放少了。论智商，你跟表哥先选。你是哪来的？这个脸是咋了？哎，往事不肯回首啊。听说来你家里吃饭可以跳舞啊。哎，随便你了。这个盘着吃，这不是我的习惯。这个吃啥补啥？难道是？咦，这个春天的美食，一看就比较应景哈。就你了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这是个什么菜呀？嘿嘿，乡村煎蛋好吃得很。你的地盘你做主，你先来。嘿嘿，懂事。这个吃啥补啥适合我。哈哈，腰子。哼，把你吃成这样，现在能也可能到我了吧？没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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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肉！哟呼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问他什么吃什么，必须吃完。有武器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
我先来。好，是不是有的味道？应该是洋葱吧。一股海鲜的味道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它是海带吧？就剩你了，一股腥味。我没猜到的话，它应该是鱼吧？哇，这个草根可以能吃吗？哈哈，拌辣椒酱好吃得很。嗯，到我了，不懂事，我先来。嗯，如果我没闻错的话，应该是卤的吧？哈哈，果然是卤猪脚。哈哈，终于到我了。鲍鱼，明人啊，看评论。今天表哥不在，你大炮先选。哈哈，今天终于我先选了，这么大个蛋，要是我没听错的话，应该是空的吧？这个虾，这也太小了吧，不够塞牙缝的。这个初恋的感觉，还记得那年大明湖畔。快选吧！我就选这个。走你，初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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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唯一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还是你先选。才闹了，我就选这个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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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。哇，原来是这么大个鸡翅。肉我天天吃，你们都选好了吧？是时候该我了。肉肉肉肉，哈哈，原来这么多肉啊！原先我越生气，他敢和我对着我理。日本人吃臭豆腐，还有黑色的豆腐。非洲人吃臭豆腐，哟，黑色的豆腐搞你头，不错，再来一块搞你头。中国人吃臭豆腐，哇，臭豆腐我喜欢，哇，哦，嗯，啊，真香，哎呀，哇哦，香。